娇娇跟凯哥啊，他们都不是这种人，他们恐怕不会接受你的回报，更不愿意接受任何好处。是啊是啊，可真是难得的侠气呀！哎，外公啊，你呀，应该先帮帮我们。帮帮你们？对呀，你呀，应该先帮我们把房子给赎回来。哦，那是我爸爸辛辛苦苦买的房子，现在给坏人抢走了。惠慈。 惠慈，小孩子别乱说话。哎，应该的，应该的。外公啊，应该把那房子买回来，送还给奶奶啊。谢谢外公。不行的，不行的，刘老爷，这孩子的话不能当真的。我们怎么能让刘老爷为我们买房子呢？哎，这什么是你们的房子？这房子是我女婿生前买的。 也是我女儿跟我两个外孙住过的房子，我一定把它买回来。爸，您这是……好了好了，就这么定了啊。可是，只怕对方……哎，这房子的事啊，惠子的妈妈在路上都已经跟我说清楚了，这房子咱们一定能拿得回来。可是这……林太太，都是一家人，就不要再客气了啊。对，就当做是自己家的事啊。 小丽呀，你去叫总管来，就说是有事情要他去做。是，老爷。刘老爷，我还是觉得……林太太，这些事都是咱们家自己的事，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啊。爸，谢谢爸。不要谢，爸爸应该做的。 哎，乖，乖乖，少奶奶，你得提防咱们这位大小姐了。啊，提防如意？为什么要提防如意？为什么？因为今后老爷极有可能将刘家的家业和钱财交给他的亲生女儿来管理。那不挺好吗？是啊。这之前不善管理，把这个生意交给如意打理，岂不是一桩好事吗？就是啊。是吗？ 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此一来，少奶奶将刘家巨款借给你的事，还瞒得住老爷吗？啊？到时候，别说你想追求林如意的美梦要破灭，就连少奶奶跟少爷的婚事也肯定要告吹了。
甚至老爷一怒之下将你们兄妹俩移送法办，让你们身败名裂，还得坐监吃牢饭呢。那怎么办啊？林如意是之谦的亲姐姐，我只是她的未婚妻，我总不能阻止之谦的爸爸把账务转交给之谦的姐姐管理吧？对呀、啊，哼，有办法。啊？什么办法？什么办法？快说！自古以来，重媳轻女，传艺传才，大都是传媳不传女。女儿再亲，到头来终究是要跟着外人姓的。只有媳妇才是真正为夫家传宗接代的。所以少奶奶，你得赶紧和少爷成婚，老爷便不至于将刘家的家业和钱财交由林如意掌管。只要少奶奶依旧掌管着刘家的财物，那么借给你的钱便可以设法补回，或者设法将之全数化销，来个神不知鬼不觉。如此一来，家栋，你想追求林如意也才有可能啊，你们说对吧？对，詹总管说的对、啊、哎、嗯、你现在得赶紧和之谦结婚，咱们才能化凶为吉啊，对不对？没错，只有这么做你们才能化凶为吉。再说大小姐刚回到刘家，老爷一定特别疼她，比起对少爷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你们要特别小心。这位大小姐虽然看起来很善良，不过她……哎呀，你是说之谦姐姐她……万一她心怀不轨回到刘家，会不会第一个目标就是要除掉少奶奶你？这也很难说啊。少奶奶，你放心，一直以来你都对我很好，所以啊，这次我一定要提醒你，往后千万要小心啊。必要的时候，我会站在你这边的。就如你们所说的，我们是自己人。啊？可是如意她……听我的，凡事都要小心，对你和少奶奶一定有好处。詹总管，小丽，什么事？詹总管，老爷有请，说是有事要交办。老爷回来了，走。妹妹，詹总管说的对啊，你现在啊，尽快和之谦完婚，越快越好，知道吗？嗯，好。小芬呐、啊，你帮大小姐，还有我的外孙们，还有林太太订做的衣服，你告诉他们，叫他们抓紧时间，认真点做啊。是老爷。爸，太好了，老爷，刘老爷，我这身衣服挺好的，我习惯了，不用换。哎，林太太到家了就别客气了 啊。谢谢爸爸，谢谢老爷。盛龙啊，林太太你好啊。大总管你好，你好。不敢不敢，叫我盛龙就可以了 啊。林太太你请坐。哎，好，你请坐。 好。盛龙啊，啊，这是我外孙女儿，你叫她惠慈就行了。好好好，惠慈小姐你好。总管叔叔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请坐请坐。大小姐你好。啊，你叫我名字就行了，你叫我如意啊。为了报答林太太对你的养育大恩，你应该以她为你取的名字为名字。爸爸已经决定了，把你本来的名字雅琴改成你现在的名字如意。如意呀、啊、大吉大利呀 啊。爸，谢谢爸爸，谢谢爸爸。我觉得呀，姐姐还是应该带回我们刘家的姓。那是当然，那是当然的。那我以后就叫刘如意了。是是是啊，是一会儿爸爸带你和惠慈到祖宗祠堂拜祖先，让你们认祖归宗，把你们回到咱们刘家的大好消息告诉咱们祖宗，也告诉你的妈妈啊。大总管，你以后叫我如意就行了。
哎呀，那怎么行呢？那不就乱了规矩了吗？那以后我还怎么管待下人，大小姐？盛龙说的对，咱们家规矩也，这上上下下应有的礼节、应有的规矩不能乱。他们是应该叫你大小姐，慢慢就会习惯的，啊。盛龙啊，啊，我要你马上出门去办一件事。听老爷吩咐。你马上到林家走一趟，把林家的房地产权给拿回来。是。等一会儿呢，我给郝探长通个电话，完了以后我告诉你怎么做。哎。生啊，你去告诉如意，说咱们家的店铺啊，租金减半租给他，让他高兴高兴，让他对咱们家更有好感。你呀，就成天的往那儿跑，来个近水楼台先得月，然后。妈，我看您就别然后了，你也不想想如意现在什么身份地位，还办得着向咱们租店铺卖糕饼吗？说的也是啊，这堂堂首富的千金大小姐是没有理由跟咱们租店铺卖糕饼哦。哎，有了，这如意和她妈不是喜欢吃咱们豆香轩的豆制品吗？妈呀，准你以后每天免费送两板新鲜豆腐去，你这样不照样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吗？啊？哎，怎么样啊？啊，好主意。那您自己送去吧。长生，长生，这傻小子真不知道他心里都在想些什么。郝探长，房地产权的事就有劳你了啊。好，再见。林家房地的债权问题你都清楚了？啊，都清楚了，大小姐都告诉我了。怎么林家人才来就有债权的问题了？你刚才听到了，我跟郝探长已经说好了，由他亲自陪你去，依法把林家的房地产权给拿回来。哎，是。爸，照您的意思，妈，我们马上就可以把房子拿回来了。不过刘老爷，这林太太，为了报答你对我女儿的养育大恩，你就让我稍稍回报一下。这笔钱我一定要出，啊，就算我买回来再转赠给您了，行吧？可是刘老爷，怎么能？妈，您就答应了吧，这是我爸的一片心意，是啊，您就别拒绝了。我爸爸，他想回报您对我千万分之一的养育之恩，妈，您就接受了吧，答应吧。可是如意，奶奶，你呀就接受外公的好意吧，房子是爸爸买的。我们总不能让坏人占有我们爸爸的房子呀。那我是啊，林太太，您呢就不要再客气了啊。那我就谢谢刘老爷了。谢谢刘老爷。走，谢谢。怎么了？怎么不进去啊？不知道我说什么好。哎，你现在跟我走啊，给林家人一个惊喜，走。真是太谢谢您了。哎呀，都是一家人，别客气了。刘伯伯，爸。哎，春雨，如意，韩家东，家东，姐，你们，你们，你们认识啊？嗯，是啊，伯伯，尤其是如意，我们认识很多年了，而且还是同学。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交出林家的借条？拿着这张庄票走人，还愣在这干什么？那个，你还听不懂吗？刚才探长不是已经把法律上的规定告诉你们了？
还不赶紧交出林家的借条，拿钱滚出去！难道要等探长他们动手抓你们吗？啊！还不快走！哎，来来，给你。走啊！别管，办得好！我今天呐，真是说不出的高兴啊！太高兴了！哎呀，今天呐，如意回到咱们家来啊，我的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说不出的高兴啊！哎呀，今天咱们这是合地团圆了，合家团圆。没错，没错。愿咱们家岁岁年年，团团圆圆。一家人和和乐乐，直到永远呐！愿咱们一家人岁岁年年，团团圆圆，一家人和和乐乐，直到永远。哎，沈公啊，你怎么了？老爷，没有，我看到你们一家团圆，和和乐乐，我替你们高兴啊！哦，对了，沈龙啊，哎，这回你顺利的把林家的房地产权给拿回来了，我该赏你什么呢？是啊，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大总管您才好呢。林太太，您太客气了，您不必谢我。应该谢的人是我们家老爷，是。而且老爷，你什么也不必奖赏我，因为如果没有老爷，就没有今天的盛隆。我盛隆这辈子永远记得你对我的大恩大德，日后千百倍的还报老爷。知恩知义，不枉我这么多年来精心对你的栽培啊。我长你月薪。谢谢老爷，谢谢老爷。哎呀，我今天呢真是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我想啊，等念祖伤病康复出院以后啊，咱们选个吉日良辰啊，我要摆一场丰盛的宴席，把我女儿如意隆重地向外界介绍一下。爸爸说得太好了，是应该把姐姐隆重地介绍给外界。姐姐回到咱们家可是天大的喜事，咱们也应该大大的庆祝一番呢。哎，沈龙啊，这事儿就交给你啊，去办理了。是老爷。真是被詹总管给说中了，爸爸疼姐姐胜过至亲。刘伯伯，家都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哎，请说啊。何不来个双喜临门呢？双喜临门？对呀、啊。你看这志谦和巧双这么相爱，何不也让他们在这个时候结婚？岂不是双喜临门吗？哥，你说什么呢？我赞成，我赞成。爸啊，如果志谦和巧双也在那天办喜事的话，那真的是太好了，真的叫喜上加喜，那就真的是双喜临门了。对对、啊、好，这样啊，我也可以早日抱孙子了啊。是啊是啊。好好啊，咱们家就选一个好日子，在同一天同一时辰同一地点一起办两桩喜事，喜上加喜，这就叫双喜临门的。哎呀，对，好啊，好一个双喜临门。好，刘老爷这太好了。好，
谢谢谢谢谢大家的赏光。今天是我们老爷双喜临门的大喜之日，不但志谦少爷娶到了韩小姐这么端庄娴熟高雅大方的媳妇，更难得的是我们老爷还把他失散多年的亲生女儿给找回来了。人生还有什么事情能比得上今天这种场面更让人感动和高兴的呢？看到我们家老爷这么高兴，我也感动得快要掉眼泪了。老爷，您就站起来说几句，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现在的心情吧。啊，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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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说话。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小儿志谦今天大喜啊，也算了却了我的一桩心事，表示他真正的长大成人了。从今天起，家里也有这么一个乖巧聪明的儿媳妇帮我管着他，你说我的孩子还能不懂事吗？啊！今天让我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我的女儿如意回来认祖归宗了。如意，漂亮啊！今天我真是太高兴了，我没有想到我今生还能见到我的亲生父亲。爸爸，谢谢你，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啊。我今天呢能跟我女儿再次相聚，最感谢的人就是她的婆婆。在这里我要特别的感谢你，林太太，来，我敬你一杯，也代表我去世的太太敬你一杯。谢谢你，谢谢你在这20多年里替我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含辛茹苦的把如意养大，你是我们刘家一辈子的恩人。谢谢。好，刘老爷，您真是太客气了。其实要说感谢的人是我，我要谢谢如意，谢谢他。她是一个非常贤惠、非常难得的好媳妇。林太太，为了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对如意的疼惜和照顾，各位，今天所有的菜色都是为林太太而特别做的。啊，有她最爱吃的红烧豆腐、清炒豆干儿。香脆豆皮儿，还有豆制佛跳墙啊！谢谢。我刘某人呐、只能用这些来表示我对你的最高的敬意和谢意。谢谢林太太啊！谢谢。哎，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陆王秋段。这些桌子上的豆制品呢，可都是我们豆香轩制作的。哎呀，难得大家都那么喜欢。哎，谢谢啊。以后我们这个生意呢，还要请刘老爷多关照，多多指教啊。谢谢大家。是啊，是很好吃。啊，以后大家谢，要多多照顾他们豆香轩的生意。各位，我啊，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我婶婶啊，生了个儿子，叫长生。是吗？也是喝春姨的奶水长大的。而且，还时时刻刻关心着如意姐呢。是啊，长生。我要感谢你这些年对如意一家的照顾。来，我敬你。来，快回敬刘老爷，快点。
我敬您，谢谢，干啊！哎呀，为了表示我的谢意啊，我就再敬一杯。好好好，来来来来来，谢谢刘老爷。别干别干别干，谢谢。大家坐，大家坐啊！啊，来来来，吃吃吃！来来来，你们吃你们吃啊！哎呀，如意呀，你今天好漂亮啊！谢谢。我一看呐，就知道你是个大家闺秀。哎，你爸爸的生意做得这么好，以后你帮我跟他说说，帮我们的豆腐店投资投资。妈。今天是人家大喜的日子，你说这些做什么？哎呀，你不懂嘛，你给我闭嘴！如意，来来来，吃吃吃。盛龙，哎，来来来来，今天呢你就不要站着了，这桌你代表我招呼一下啊。好，我要到各桌去敬敬酒啊。好好，好，来，咱们敬他们。好，刘老板，今天是你的双喜日子，哎，我敬你一杯，同喜同喜啊。哎啊，我敬各位，请请，请啊，各位，我过去招呼一下啊，失陪，失陪啊，来来来，各位，接着接着。这算什么嘛？来，我们敬各位前辈一杯，来。来来来，动筷子动筷子，让我来好好敬敬你这老街坊吧啊！谢谢这些年来对如意一家的照顾和扶持啊！刘老爷，您别客气，我们大家乡里乡亲的，互相照顾是应该的。再说我们感情啊好着呢。所以呀、啊，我一听说林太太那么爱吃豆腐豆干，那一定是跟陆太太平常感情最好啊。我呀，我把如意从小就当做亲生女儿啊，我最疼她了。哎，长生，你说是不是啊？啊，我真的最疼她了。是是是，长生啊，我决定了，我们家从明天开始，每天都进你们店的豆腐和豆干。你每天把最新鲜的豆腐豆干送到我们家来吧。真的？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承蒙老爷子多多照顾啊。承蒙你和林太太的感情好。哎呀，是啊是啊。来来来，干杯干杯，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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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爸爸难得有机会，二十多年才跟姐姐相聚。来来来，你看爸这么高兴，你就让他跟他多聊一会儿。非得现在聊吗？今天可是咱们的好日子，我看你爸心里根本就没有只有你姐姐。说到哪儿去了？你看我爸是一样重视一样关心的。对对呀、啊、都是一样重视一样关心啊。要我说呀、啊、咱们也该去敬你姐姐酒。对啊，要去你爸一定会高兴的。我才不是。大哥说的是、啊、走，给姐姐敬酒、哎、走，我人不太舒服，先回房休息。哎，先敬完酒再回去睡啊。哎，走，小生，走去敬酒。走走吧。好，敬酒啊。来来来，爸，我和小双过来敬姐姐一杯。小双，这些东西啊，谢谢姐。对对对，以后都是一家人了啊，该敬该敬。春姨、如意，咱们可是旧相识了，现在又加上巧双结成这门婚事，咱们可真是有缘分呢。 啊是啊是啊。家东，我要谢谢你，谢谢你以前对我家的帮助。哪里哪里。对对，哪里。谢谢。来，姐姐，我也敬敬你啊。哎呀，哎呦，姐姐，对不起啊，我可能喝多了没站稳啊。姐姐，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嘛？怎么了嘛？我已经道歉了。哎呀，志谦，没事没事，没关系的。
吧，儿媳妇不胜酒力，可能喝多了，大家喝啊。你可能太累了，先下去休息吧，啊。好，喝，你们喝啊。小双，我再陪陪姐姐啊。老爷啊，我送少奶奶回房吧。啊，好，你小心点，送她回房。哎，啊。来，继续敬如意一杯。好，来来来，别忘了。别忘了敬林太太，恭喜啊，恭喜啊！少奶奶，少奶奶，你，我没醉。那你刚才？我刚才怎么了？我是装的，我要给他难堪。你，我怎么了？今天是我结婚还是他结婚呢？啊？怎么主角都变成他了？哎呀，少奶奶，你就委屈点吧，小不忍则乱大谋啊！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我今天才进门。我看之前他爸爸眼里就只有他姐姐，根本就没有我，真是被你说中了，气死了。哎，少奶奶，你要忍耐，要忍耐啊。这也是老爷累积了20多年来对大小姐的思念和亏欠啊。要不是因为这份特殊的补偿心理，老爷又怎么会对全家上上下下千叮咛万嘱咐的要把刘家这间最上等的房间彻底的整理好了，要留给大小姐啊。什么？你说的是那间谁也不能进去看一眼的锦绣阁？对，就是锦绣阁。这心疼爸爸要把锦绣阁给姐姐住。没错。气死我了。老爷大小姐请进。啊，如意啊，这就是你的房间，希望你能够满意啊。这个房间应该很适合你。现在才布置的。是啊，这房间可以说是刘家宅院里最用心布置的。你知道为什么吗？这间房是你母亲还活着的时候天天盼着要把你给找回来之后要让你住进来的房间的。这间房是我妈。对，是她亲手设计的，找来最好的工匠师傅装潢，再亲手一点一滴慢慢布置而成的。他从来没有让人进来过，就是要等到有一天能看到你真正踏进刘家，走进这间房间，体会到他每天都在苦苦思念你的那份心。真的感谢你，真感谢你。今天你终于让他给盼着了。只是女儿不孝，没有让妈等到。是女儿不孝，妈。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
起你，妈。不，这怎么能怪你呢？都怪爸爸，当年无能，穷到骨子里了。像割肉一样把你遗弃，千错万错都是爸爸的错。我今天终于把你给接回来了，我一定像你爸爸所交代的那样，好好弥补你，好好补偿你。如意啊，千万别再怨你爸和你妈呀，啊！爸，我都已经为人母了，我怎么会不理解你们当时把我托给别人，心里头会有多痛呢？爸，当我看到这件锦绣阁，我就知道当年妈有多疼。我们终于团圆了，我好高兴啊！从今以后，我一定会陪在您的身边，做爸爸的好女儿，孝敬您一辈子。嗯，好，好，你当爸爸的好女儿，爸爸也会当你的好父亲，跟我一辈子疼你的，再不让你吃苦受累啊！爸爸一定让你过上最快乐的生活啊！你妈要是活着，看见你回来，不知该有多高兴呢。在这里，好棒啊！不过以后你们要守规矩，不能再调皮了。知道了，奶奶。瞧你们俩一进门就开始野，回慈念祖，乖一点。好。哎呀，他们俩可是高兴坏了。是的，舒服了。这房子实在太漂亮了，咱们占你爸爸这么好的房间，真是过意不去呀。哎。你问问管家，看是不是有普通一点的房，咱们可以换换。该换该换，应该换。哎，来妈，不要整理了，走，跟我换房间去。哎，如意啊，我说事先问问，不用这么着急的。不用问了，妈，跟我走就是了。哦，走，换房间去。孩子们，别闹了，别闹了。念祖惠慈，妈妈说搬家，快走吧。奶奶，我们要去哪里啊？妈妈说要搬家就搬吧，快走。可是我不想走嘛。快走吧。走吧。哎呀，如意，如意，别着急，你听我说呀，我觉得还是先问问那个总管。不用了。哎呀，你问问他比较好。如意啊，如果不是很方便就别换了啊，不方便就别换了。方便方便啊，快进来。哦，来。哇，念祖你快看，好大的房间啊。是啊，漂亮。嗯，快看呐，真好看。哎，如意，这房间，妈，
这房间就是多年前我妈妈帮我设计的，是啊，而且也是这宅子里面最好的一间房间。哦，听你这么一说呀，可见他们这二十多年有多么的想你啊。我爸爸他希望我住下来，但是我还是想留给妈和两个孩子你们一起住。不行不行不行，不，这不能这样。妈，这房间是你爸妈留给你的，你怎么能让给我们住呢？不行不行不行的，妈，绝对不行。我只要一想到你以前那么疼我，那么照顾我，你要我住在比你更好的房间，我办不到，我办不到呀，妈。如意啊，妈看着这间房间，看着这些摆设和装饰，妈真的能体会到你妈妈当时她是多么希望你有一天能住进这房间里来。如意啊，你不能辜负你爸爸妈妈对你的一番心意啊。我看我们呢还是住回原来那间房间就行了啊。妈，你就住下来吧。妈，你想想看，当初要不是你养育我照顾我，母亲这份期待又怎么会有成真的一天呢？再说我的母亲她帮我设计这个房间，无非也是希望能看到我平安健康地活下来，我们也才有团圆的一天。我母亲要地下有知的话，她一定会想办法报答你的，所以我请你住下来，我相信也是我母亲所渴望期待的。妈，你就答应我住下来吧。就答应我们住下来吧，住下来吧。嗯，这么孝顺，你一定会比我更加高兴。你在锦绣阁里苦苦地等待了那么多日子，受尽那么多相思和煎熬，已经一物慢慢变质，今天总算是结了果，把女儿给盼回来了。可惜你不在，你不在了。现在一切可都好了，总算是一家团圆了。之前呢也娶媳妇了，真正的长大成人了。你放心，我一定好好教育他，一定让他把杨恒的生意给照顾好。从今以后，咱们家永远都不会再穷困，再分开了。老爷，是您吗？雨这么大，快回房吧。二十多年了，我终于找到我的女儿雅晴，我真的是太高兴了。老爷，我也一样替你们高兴啊。我真的是感谢老天爷怜悯我呀。
是啊，我们走吧。生武啊，哎，你也回去休息吧。啊，是，晚安，老爷。现在一切可都好了，总算是一家团圆了。咱们家永远都不会再穷困，再分开了。爸爸交给护士，你快去找。谁？快去找刘炳贤。你快去找刘炳贤。爸。刘炳贤，恭喜恭喜你们一家团圆了。而我呢，我爸爸是含冤而已，我心里痛，我心里痛啊。不会让你含冤而死的，我绝对不会让你含冤而死的。我要替你报仇，我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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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报仇。为何